过来去定义说，哦，那
对外界做功，或外界对系统做功，看你是反过还是新的人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整个热变化的过程呢，来去做一个探讨相对的这个问题啊。所以首先我们现在讲这个比功啊，不要 specific 是比度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 specific work 就是所谓的比功啊。那在过程中的比功的变化，我们看会可以怎么样去探讨这个有关相对的问题啊？所以首先我们知道 W 可以写成 P 的 ，V 度写一半是比容，对不对？比容的在电压下比容变化就是我等于所做的怎么样比功啊？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了哈，那个改变相当于 Q 减掉 PdV 啊，这前面讲的对不对？吸的热减掉所做的阻碳功啊。好，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哦哈，这个 dU 等于这个式子的话呢？那这个式子呢？假设啊，我把它积分啊，积分，所以这个积分就写 u 2减 u 1啊 ，dQ 的积分啊，就是我的什么某一个热量啊，这个热量我先给它另外一个代号，不写 Q， 用另一个代号给了啊，其实就是那个的一潜热啦啊，然后减掉后面的 PdV 就是 u 2减 u 1啊，我们要整理一下啊，整理一下 ，L 可以写 u 2加 P 2减掉 u 1加 P 1，好，就把这式给整理一下。所以这个要该怎么用呢？我刚前面讲说，你今天在做一个材料在发生相变的时候啊，它会有能量变化，它也会有功的变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就从这个观点来看，如果它有能量的变化，我的 dU
观嘛，对不对？状态变数嘛，对不对？啊 ，OK， 好，所以它这个状态变数，所以我们刚刚的前热变化就变成 H2 减 H1， 对不对？简单型就变这样了，这含一减掉含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前热变化，如果我们数学做前，那我们在语义上的表达可以说，相变其实是什么？相变造成的这个前热啊，其实相当于什么物质在两相之间的含的差，对不对？潜热等于物质在两相之间含的差，哦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发生相变的时候啊，所遵循的一个物理法则啦，哦。所以很简单，任何物质啊，起码有三种可能的相变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一个相变 L12 啊，1、2、3分别是一代表。最后呢，再把
它就是什么？
对不对？那 dt 你可以移过去嘛？如果 dt 哎 dq 除以 dt 在等 t 的情况下，它的定义不就是 cp 吗？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式子本来长这个样子，你把 dt 移一下过去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东西在等 p 的情况下，它就是 cp 嘛。所以有趴下 h， 趴下 t， 在等 p 的时候，它也是 cp 啊，是不是 ？OK。所以呢，哈、哦，就告诉了，他就告诉了你说，哦，原来你想想前面的这个定容比热，它对应到的是什么？我的内呢？在啊，内容对温度的变化是在什么情况下？等体积的情况下，叫做 Cp 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我的含在等压力的情况下，它温度的变化，它其实是什么？就是定压比热嘛。所以定压比热、定容比热刚好对应到两种不一样的能量形式啊，不能讲不一样的能量，不同的能量定义啊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哦，所以两种的做法一模一样啊、哦，所以我刚才说，你会发现我们在热力学、热物理里头常常用一个是，把你的能量方程式写成什么，依照数学的变数展开的数学的写法，配合你已知道的物理定义跟物理的定律形式啊、哦，把三个凑